来，最新一期的开箱开始。哦，这是我买了一个新的那个冷靴架，就这样很小的。不是买了个麦克风嘛，但是直接装上去的话，它会挡住我这个镜头，就那个上翻的那个屏幕，然后我自拍的时候就没办法在里面看到自己，所以要重新买一个冷靴，然后把那个麦克风装到旁边来，这样子屏幕翻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挡住镜头。好，这个一会儿来装试试看。艾尔博士的一套新的产品，这是那个新的黑精华，换成这一种礼盒包装了吗？之前好像不是礼盒，这好像个手机啊！你们看看像不像苹果手机的包装？这个系列呢，我就比较推荐给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姐妹来使用，有抗老功效的，比较适合熟龄肌。这是一瓶小的，像小样一样的。这是微晶水跟微晶乳，之前都跟大家推荐过，我也用完过一套了，非常的喜欢这个。很爱，补水保湿滋润效果特别的好，浸润性特别好。这个是面膜，这不用多说了，说过 N 遍了。这是买了两个挂包的，一个是这种八爪鱼的钩，还有一种是这个比较宽一点的。像我现在是直接用衣架挂的嘛，衣架挂的话就是有像有一些有肩带的那个包，挂了就会变形，这个挂起来就很 OK。你看，把这肩带放在这里，它有一个正常的弧度。这是一包咖啡粉啊，不，怎么贴成这样啊？太搞笑了！铺满咖啡，然后我买的是5号豆，等我喝喝看。这是一个 UV 镜，买来保护我的那个新镜头的。这个质感还蛮好的呢，用用看。哦，这是我买的那个牙刷架，对，这里是可以挂牙刷在这里的，然后上面放杯子，中间你可以放点牙膏什么的，是要上墙的。这我买了一个电动的清洁刷。其实我前阵子就下单过，但是那段时间刚好疫情，它一直不发货，3、5月份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取消了。最近觉得还是要买一个这个东西比较方便，电动的肯定比你手动的会省劲很多嘛，尤其像厨房啊一些比较油烟重的地方，就用它刷。然后它里面配了5个刷头，哎，看到了吗？还有钢丝球、海绵的、毛刷的，这边还有一个那种软的，这个软的是头还是什么忘记。然后我买的是充电款，我要试试。买了个收纳箱，是这种有点像露营一样的，它是带盖子的，折叠的，装完就这样。我还担心买大号会不会嫌大呢，我觉得还行吧，就不算特别大。像这个箱子放在家里当个桌凳子都能坐，它蛮扎实的。然后就是家里放一些杂物，然后归起来的话没有那么的杂乱，看上去。然后摆在家里，你看就这样摆着也挺好看的，对吧？或者放车里也行。来拆今天的快递儿。哦，这是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狗的冰箱贴，这个叫，哎，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叫什么狗，我很喜欢的，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高飞狗，哎，是叫高飞狗吗？脑子一点都记不住，放什么？拆开了放冰箱。哦，这是买了一个那个就是可以怎么说呢，转换的一个水龙头。之前我在我们家厨房的那个龙头上装了一个，特别的好用，那个是长的。就是你这样冲水啊什么的贼方便，又给我们家阳台上买了一个，这个是短的，胖子每次都会说妈妈这个太好用了妈妈，然后这个是可以调档数的，厨房的我买的是3档可调的，然后阳台上我就买的这个两档的，因为阳台上用的比较少。哦，这是我买了一个香水的封装，我想试一下味道，就是那个阿玛尼的玉龙茶香。哦，好了，哎呦，给我看。暂时是茶的味道还蛮香的，感觉蛮清新的，胖子是吧？看看后调怎么样。然后这是买了一个，耳机的那个壳儿，好久没换壳了，这次换了一个特别，这种粉粉嫩嫩、嫩黄、嫩蓝、嫩绿的一个配色，然后是小狗狗，贼可爱。这上面应该有一层膜，得把它撕了。好，这是买了一瓶，就是也是回购的。名创优品的这个扩香，这个是那个什么酒店系列的，然后是白茶味，这个味道已经用完过一瓶了，就是放在厕所啊什么的还是蛮好的。买了个小篓子，收纳的，它是这种，这是什么东西做的？我看不出来是麻吗还是什么东西？一个笑脸的，就是放一点那个护肤品啊什么的，桌上一些小零碎，压得有点弯了。看，很可爱。哎呦，今天这光线好暗哦。这个是 HBN 的一个礼盒，应该是中秋礼盒。HBN 他们家吧，这个每年过节礼盒是都不会少的，但是呢，就是每年都很平平无奇的那一种，咱也不能嫌弃，但是就是希望今年可以出彩一点哈。看这样一个圆筒，
然后下面是小兔子啊什么的，这颜色这个图案还是蛮好看的。看，它是一个灯笼的结构，今年是弄完就长这样的。上面呢是这个月饼，跟去年一样，也是那个跟万豪酒店合作的。前两天开箱不是买了个收纳的这个箱子嘛，我觉得挺好用的。然后呢我又买了一个，但是这个呢我换了一家买，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哎呦，这个是灰色的，感觉没有上次的那个白的好看。这个呢它多了就是轮子，然后还有我比较看重的一点，这一款呢它是可以前面是这样打开的，上次买的那个它是不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放了东西之后前面可以打开的话就会更加方便一点，有的时候会压在下面嘛。哟，但是这个我感觉推不进去啊，质感不是特别的好。那也就还行吧，也能用吧，两边都是一样，都是可以打开的。来开今天的箱，每天一个新角度。第一个，珀莱雅给我寄的这个红宝石的面霜，这个之前我也用完过两瓶了，这个是好用的，不然我也不会连着用了两三罐了吧，这第三罐好像是。然后现在马上天冷了嘛，我就选的这个滋润款。接着是我又回购的这个高坑牛肉干两包，这个真的太好吃了，真的贼好吃。记住一定要买香辣口味的哈。然后顺便带了这个是金叶的山楂条吧，然后它是这种分装的，因为那个山姆代购啊什么的，一包有好像一两百小包，太多了，就平常偶尔吃一下就可以，这是分装的。然后这又是北鼎给我寄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谢谢北鼎爸爸，北鼎爸爸真的是太大方了。哎呦嘿，哦，这个是一个小的蒸锅，这我喜欢，上次我不是说了吗，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长的那个蒸锅是我们家用的最频繁的。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小号的，这个呢就可以用来蒸鸡蛋啊啥的，因为我平常是那个煮鸡蛋还是蛮多的。你们看用这个蒸的话就会更加方便，省得开火了，这里面可以放七八个。这颜色跟我们家那个大的那个蒸锅是一个样子的，看这种绿色的。这个蒸锅真的特别好用，尤其是像上班族啊或者一人食啊，就真心实用。看这样小小的放在我们家蒸锅旁边刚好就一套，这个是这绿色还是蓝色，反正颜色是很好看的，尤其像我们这种家里有小朋友的嘛，提前预约好然后早上起来就能吃蒸鸡蛋啊啥的了，就很方便，或者蒸馒头啊啥的都可以。这是蒸锅的一个什么配件，应该是可以用来炖什么东西的那一种锅，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吧，这里还有个盖儿，还有看这样的，哎，一锅多用 nice。 还有一个是陶瓷蒸蛋盆儿，它是可以放在蒸锅上用，也可以放在烤箱、微波炉、洗碗机、消毒柜，就直接用来放在微波炉转也是可以的。哎呦嘿，我跟你们讲，我妈用那个微波炉炖蛋炖得特别的好，这可以给我妈用，我妈经常就是每次回家吃晚饭她就直接微波炉弄，特别的快。我在拆这个日本的中秋礼盒，我刚刚一打开的时候有惊喜到，哎，他们家就是每年都做得非常的用心，然后今年收到也是这么超级大一个箱子，不知道看不看得到，看到啊，一打开里面我还以为给我送了个爱马仕的，你们看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我的娘嘞，日本你们家在干嘛，去做这种礼盒包装吧行不行啊，每年都搞的就是，真的希望所有的品牌都跟日本学一下，太会整活了，贼可爱，真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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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可以竖着放的吧，这个这样可以，对，这样看他们家每年用的都是半岛的月饼，这个贼好吃贼贵，然后都会换成他们家这个自己的包装，就是真的是很用心。江江都是我的了，我情愿为他发胖。旋转的一个祝福，这样子旋转的，每个月亮都不一样。这边就是他们家的产品修护调理露，这个我正在用一瓶，马上用完，已经是我用的第二瓶了啊。这个是卸妆膏，贼贼贼好用，也说过的哈。然后这个是净肌平衡清透水，这个我没用过，因为这个比较适合油皮。哎，我以为它每个里面只有一个，哎，但是它这个每一盒里面放了两个月饼，哎，天哪，这个大手笔，总共多少个？一二三四八，二八十六个，从十六个半岛的月饼，太牛了。我这边又收到一个是云晶给我寄的，我以为是给我寄的什么配件啊什么的呢，后来我打开一看，好像是个也是个礼盒，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家中秋礼盒吧，就是这个。
还蛮有名的一个茶 T9 的。今天怎么回事啊？捅了爱马仕橘的窝了吗？这是啊！哎呀，真是爱马仕多好啊！你看里面是这一种茶，一个是柚香红茶，一个是日式玄米煎茶，我超爱喝玄米茶，这个我超喜欢。然后这个是有一个，你们看茶勺特别精致，我刚一打开还以为是香烟的呢。哇，超可爱，圆丢丢的，很大。挖一勺，然后泡茶。哎，我就是精致的居居老傻子啦，就喜欢。谢谢云鲸，也得给他拍个照。看一下这2天收到的快递啊。首先说这个吧，这个是我给，就是马上不是快天凉快了嘛，就换拖鞋。然后我们家拖鞋基本上每年都换，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季节要换2次。啊，我基本上都是买的这种很便宜的拖鞋。然后这家店我也是经常去买，就是真的超便宜，淘宝的。因为我们家现在基本上啊，家里的尺码都是除了老崔的稍微大一点，然后我跟胖子的其实都可以混着穿。他的脚现在比我还大一点，这双应该是给胖子买的，因为拖鞋都是要买大一点嘛，太小了穿的不舒服。这个等脏了一点或者等臭了，我就懒得洗，就直接扔掉了，换一双，这就十几块钱。这双是给老崔买的，就耐脏一点嘛，灰色的。然后这双是我自己的，但是感觉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哎。这个白也太白，就是我说的那种死白啊，不是暖白，这显得我脚得多黑啊。我36的脚，这买的38、39的，我正好哎。这毛拖鞋一定要往大了买。这是我买了一个贝斯的，一个专门用来清洁耳机的，就是我的耳机挺脏的。哎，对焦呀，等我用用看好不好用啊？它是那种多功能的，有好几个头，耳机盒、耳机都可以。凑带了一个收纳盒，我是准备用它来装，就是我们家那个下水道的滤网，基本上经常都要换嘛。啊，这小小一个，然后它还可以挂在墙上，就很方便。这是一个那种，哎，要装哎，就把这个杆子插进去就好了。装好之后就这样一个长的，可以放瑜伽垫啊，反正就放体育用品吧，篮球可能放不下，放瑜伽垫，然后放那种滚轴按摩的东西都可以。一会儿我来装一下，这边还有个网，可以把它收起来，收紧。这是京东买的一箱燕麦奶，哎呦，我喝奶咖都是用的燕麦奶，一个是因为我乳糖不耐受，我没办法喝牛奶，还有一个就是我试过很多很多的牛奶了，就是大家推荐的什么明治的啊，还有什么，就很多牌子，反正小红书上有人推荐过的，我都买过来试过了，但是我都觉得做奶咖还是会有奶腥味，所以我都是喝的燕麦奶，但是燕麦奶好像前阵子看到出了什么安全问题，不过我就是大概看了一下，好像出问题的那个奶，我们国内是没有引进的，就反正不管了，就是我真的离不开，我一年要喝好多箱，每天都在喝，因为我每天基本上1到2杯咖啡。然后这里是我买的那个，这个我真的超级推荐大家用的，叫亮镜。我买的是一个替换装，其实我买了一大箱，然后给我妈了正装、替换装什么的，我就剩了2个，一瓶正装，一瓶这个补充装。我们家现在在用的那个泵头可以就是换到这个上面，超级超级干净，就是厨房去油污啊什么的。普通的油我就是用花王的厨房的那个喷，像重油污那种吸油烟机啊什么，长时间了之后不是那个油污特别居出嘛，就用这个喷了，然后静置个一会儿。一冲干干净净，贼贼贼推荐。这个是我以前去逛超市的时候，超市里的一个阿姨给我推荐的。她说他们家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这个牌子，所以我就买了一瓶试试，就一用就爱上，一直回购，说推荐给大家哈。我妈用的威猛先生就根本那个效果跟这个没法比，而且她说威猛先生太臭了。然后这里呢是上水和鸡给我寄的一个礼盒，上水和鸡真的好霸总啊！他们家公关都已经 N 年没跟我联系过，也没跟我就是要求合作啊什么的，但是每次逢年过节就是不声不响的就给你寄过来了。然后我打开看过了，就是还蛮满意的。你看这边是一个贺卡，然后这边是他们家的洗面奶，好用的，身体乳好用的。沐浴露，他说是果酸的，但是我用沐浴露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然后这个是洗发水，这洗发水我用头发有点痒，但是老崔用就挺好的，就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哎呦嘿，这水杨酸调理液这好用，然后这个肌底液用过无数瓶了，然后他给送了一罐这个陈皮，你们看得到里面的陈皮有多大吗？老崔说他想喝这个，因为我对这种不是很了解，老崔说好像还挺贵的这种大陈皮。这是下午收到的快递，啊，这怎么都打开了已经。给胖子囤的这个水笔，他现在这个笔，我跟你们讲，一年也不是一年吧，一个学期，不知道要用到多少支，从来不是自己写完的，都是笔帽、笔杆子、笔头，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只剩一个笔芯儿。然后那个笔芯儿嘛，因为没有盖子保护，笔盒里面乱乱撞就写不出来了，你懂吗？那个笔芯那个头坏了，
都是这么坏的，就一年要买无数支笔、无数把尺、无数块橡皮、无数条红领巾，真的。这是我囤了一个染头的，因为现在天冷了，家里的囤货也用完了，又讨厌这个黄色的了，这次买了一个这种冷色调的，稍微深一点的。这个是这本寄的，不知道又寄了个啥，十周年上面写的。先是他们家的产品特安修护面膜，然后这小的是特安精华液，这是一个噔噔噔噔噔噔，是一个灯。哎呀，啊，是高的，太搞笑了，搞太搞笑了，这个。哎，真好玩。艾尔博士的这个应该是中秋礼盒吧，因为他们家今年中秋礼盒还没寄，还没收到，不是还没寄。哎呀，这样的也是一个什么灯啊什么的吧，应该我看到这边有充电器，这上面都感觉乱了。哎，哦，这个运输的时候都乱套了，盖子呢，我来还原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放的。哎哎，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看得到吗？然后转过来，盖子在这儿，这样的。这是啥呀？哎，也是一个灯。哎，看到吧，这个也好可爱，今年怎么回事，跟灯杠上了吗？是啊，这个是艾尔博士跟潮宏基的，好像以前志本还是谁家也专门跟潮宏基合作一个足银的摆件，后面有艾尔博士月饼，伯爵口味的月饼，就不拿出来了吧。月饼莲蓉的月饼，草莓的，对，就是这样。谢谢艾尔博士，三个快递。哎，我懒得去拿，其实那个驿站里面还有几个，一罐这个麦片，这个是已经烤好的那一种，不知道好不好吃，试一下。这里面是我买了准备自己烤麦片的一些材料，这是原味的瓜子仁，因为我们家以前买了那种很多就吃上去像猪食一样的麦片，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个就是叫我消耗起来太难了，然后我想自己烤成那种即食的麦片。哦，这个是南瓜子仁，这个是碧根果，碧根果只没有原味的了，只有这种的，所以我就买了这种小包的，少放一点。然后这个是，哎，哇塞，这两盒啊，买的时候没在意，两盒瓜子仁，还有一些配料还没到。这是买了一副耳环，因为我家里的那个大圈圈，要么就是染掉色了，因为便宜嘛，要么就是珍珠啊什么钻啊都掉光了。这是买了一个纯银的，包装还挺好，几十块钱。哎呀，感觉不是特别大呢，可以再大个零点几厘米。我戴戴看啊，这个会不会氧化？来开今天的快递，首先一个，这个昨天我已经打开了，是这个什么大麻什么什么那个糖，我买的是这个黑色包装的吧，然后他送了一袋那个，胖子是什么颜色的送的，是啊，蓝的海盐的什么什么，反正也蛮好吃的。那个最近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嘴巴里面寂寞，就想吃点那种硬糖。胖子在洗碗，听框听框的，然后就这样的，里面有个十包吧，嗯，很清爽，胖子好吃。这个凉，没有昨天那个白的那么咸。然后是三罐这个清洁剂，这个大家如果有看什么美国女人爱打扫爱清洁啊什么的，对这个牌子应该不陌生，我就看他们擦桌子啊擦乱七八糟哪都能擦，挺干净的，油渍啊什么的都能擦，买两罐送一罐，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估计都价钱在里面了。哎呀，现在吃又有点咸了，宝贝。这是买了一瓶那个沐浴油，这去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长草了这个沐浴油啊，因为天热了嘛，我就没买，马上天又要凉快，又要冷了，可以买了。就欧舒丹的这个沐浴油，据说是用了它洗完澡之后都不需要再用身体乳了。哇，这味道好香啊，超级香，一打开就香的不行。这个是我买的陈烟家的衣服，买了两件，它分开发的，一件是这种，有这颜色我有点 hold 不住嘛，感觉看它穿还挺显白的，很薄很软的，有点像莫代尔还是什么东西材料的那种。然后这边是露手臂的，看得出来吧？看不出来，就这样吧，一会儿我试试。我赶紧讲，我这照相机已经 low power 了。这个是我买的那个老管家的，这个一个是水垢清除剂，洗衣机槽清洁剂，这个同志们家里一定要定期清洁啊。四盒洗衣机，三盒这个除垢的我没用过，洗衣机清洁的那个还行。这是我买的，就是我说要自己烤麦片的，这个是玉米油，这个是凑单买的海底捞的这个粉，我吃过那个番茄的，我觉得还行，一个酸辣粉，一个是酸辣牛肚粉，一个是番茄牛肉粉，两种是不一样的，看到吗？送了
五根火腿肠，金罗王。这边已经有一些打开了，首先是一个这个，这个是 PCC 上买的，可以用来挂吊带的。现在我的吊带都是放在那个收纳盒里面，感觉有点占地方，可以把它挂起来，然后收纳盒就可以用来放其他的东西了。这个质感还不错。然后买了两副这个手套，叫什么南洋雄风还是什么，哦，三副，还有一副我昨天洗油烟机的时候已经打开用了。像这种手套我买过很多的牌子，像一些日本的啊，宜家的啊，然后还有就挺多的超市的，我觉得还是超市里的这一种比较好用，因为它够厚，像那种日本的啊宜家的都太薄了，稍微你可能用钢丝球的时候蹭了一下，它那个胶皮就蹭破了。然后我买的这个是加厚的，但是我买的 M 码有点太大了，我下次买 S 的就足够了，这个很厚。然后这边是囤了这个舒洁的湿厕纸，这湿厕纸我们家已经用了快五六年有了吧，这个是加量装80片的，还送了一包这个小包的，这边我去把它们收起来。然后买了一把这个铲刀，这还送一把刀片，是得力的，我也不知道买了干嘛，就先买了吧，因为我蛮喜欢看那种打扫的视频的，感觉能用得到，刚好那个拼夕夕上要凑单，我就买了这个，很扎实哎。而且我们家这个地板上啊，其实留了蛮多那种以前装修的时候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拖地啊什么的是弄不掉的，所以我就想说拿这个铲刀来铲铲。这两盒是优斐丝给我寄的传明酸精华液跟烟酰胺精华液，这个是寄给我试用的，等我试一下哈，有没有用过的姐妹，这个好不好用。剪刀这个也是凑单的，拼夕夕上是不是还蛮小清新，每次这个照相机我就是拍的时候没发现啊，剪视频的时候才发现没对上焦，现在应该对上了吧，还是它对着后面的呀。我们家有好几把剪刀，就用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都开始有点没那么快了，而且这个关卡里面就是很紧，弄都弄不动，哈哈。蛋的先生，他应该是仿的那个挺有名的一个手机壳的牌子啊，但他不是正品哈，我就是拼夕夕随便买的。我特别喜欢玩具总动员，它里面的那些人物啊，我基本上每个都很喜欢。本来我是想买巴斯光年的，但是呢我想着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巴斯光年的壳了，所以我这次就买了蛋蛋先生。蛋蛋先生超可爱，然后它这个质感也很不错，印花也很不错，比我上次买的淘宝买的这个，哎呀，这个印花真的很差，我想退的，但是有点便宜嘛，我就哎呀运费划不上。你们看这个印花它就是很粗糙的，这个相机里面拍上去还可以，但是现实中看就没有这个好，质感也没有这个好。这个也是拼夕夕上买的金叶的陈皮山楂，这个我很爱吃。然后我看了一下淘宝的那一种山姆代购啊什么的，比拼夕夕上要贵个10-20块钱哎，所以我就在拼夕夕上买的。我想这个应该没什么假货吧，这就是大包装的这种，然后里面是小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就是你平常放个几个在包里，闲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一吃。它里面是有那种陈皮的颗粒的，我很喜欢。里面好像有100包还是多少？这里面是买的一些吃的，蛋黄烧麦、咸菜包，这个是芝士卷，放冷冻里面。同一家我还买了这个。它跟这种冷冻的是分开来发的，这我已经收到2-3天了，叫松子手工姜茶，就是很大一桶，这两天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冲一杯这个喝，我觉得很养生很好喝。它里面就是有那个红糖跟姜，用开水冲的话就会化开，还有里面有很多这种坚果、花生、松子，我选的是松子款，它还有另外一个款是什么，反正就是把松子换成了别的，很香，超级的香，这每天来一杯特别暖和，马上冬天了嘛，我蛮喜欢的喝这种东西的，很香很香，超级香。最后是我买的这个味搭搭的椒麻锅巴粉，这个之前我吃过的，我觉得蛮好吃的，然后已经很久没吃了。这个我不会经常吃，就是有的时候深更半夜可能就突然想吃夜宵了，因为它这分量不是特别多的，就吃个一份，或者就是嘴巴馋的时候吃个一份。这两天的快递啊，有的我都打开了。这个是罗曼的那个牙刷的替换头，因为之前有接过他们家的广，然后后来虽然一直没合作，但是老崔有一个牙刷在用嘛，电动牙刷，但是没有头了，给他买了4只这个头啊。怎么是黑色的？他那牙刷是红色的，没事，只要能配套上就可以了。他前阵子直接拿的那个就是我们家的萌芽的头，不匹配，但是呢也能插进去凑合着用。然后现在家里的那些囤货连插都插不进去，只能给他买了。接下来是这个 KVK 的一套饰品，他们家包装很好啊，就是每次都有这个出门带啊什么的比较方便。这是他们家的经典款，就长这个样子的，一看就
是我的菜，对吧？哎呀，我这脖子有点粗，它如果可以再长个一妞妞就好了，这样也还可以。嗯，像现在穿这种 T 恤啊、卫衣啊什么的，配一条这种项链就，你们看，跟刚才一比啊，整个时髦起来了呢。还有是他们家的这个算耳钉吧，不是耳环，四芒星的这一种，上面带钻的。他们家的质感做得很好，然后我这大耳环是我最近刚买的，但我不是很喜欢，哎，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设计，就是它是这样，嗯，就是穿在这个洞子里面的，就插进去的。虽然你平常这样穿插是很方便，但是你戴上耳朵之后，你再要去把它弄进去，就真的特别特别的费事，而且经常这样掰啊什么的，很容易变形，哎，就是下次再也不买这种的，还是我之前的那个就是扣的比较方便。哎，这也很好看，哎。我还以为是那种很小的戴在耳朵上没什么存在感的，其实它蛮大的，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笨重的那一种，看出来吗？哎，是不是很好看？哎，今天我戴这一套，我把这拿下来。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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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容易岔皮哦，这个见了鬼了，哪个天才设计出来的这一种的方式啊，绝了，真的是。别看它这个尖尖的，但是它完全不会割手啊或者戳到自己啊，放心。好了啊，很精致，但是又很有个性的感觉，好看吧？哈哈，喜欢。接下来是我买了一个杯子，我前阵子不是在那个拼夕夕上面买了好几只所谓的梅森杯嘛？其实我知道那个只是做的像而已，但是梅森杯我知道是有牌子的哈。然后呢，脆掉了，它那个玻璃确实比较薄，然后我想说这个杯子我用着非常的实用，容量啊什么的特别适合我喝奶咖，然后脆掉了一只，然后我想说好啦，我就买一只真的梅森杯吧。它包装好好啊，还有这种布袋子，然后还送了吸管跟那个清洁刷。我买的是一个这种，就是上面小一点，下面宽一点的，400毫升的吧，好像也是。他们家的杯子有很多很多种，然后我买的这个还是可以用来做那种隔夜燕麦，或者说就是储藏一些东西。你们看，它还有一个杯盖子是跟这个旁边是分开的。但是我就是用它来喝咖啡。我说实话，这个拿在手里，这个质感跟这个做工看上去跟拼夕夕的没什么区别，哎，真的没有说因为是正品就质感特别的好，看这里面还是有那种气泡啊什么的。我用用试试看吧，看看它这个质量会不会好一点。就说实话，这个拼夕夕跟它放在一起，我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接下来这个今天收到的，我真的是吃不腻啊，这东西我都吃的真的是五六包了。就这个牛肉干我又买了两包，上次最后一块我本来说给胖子吃个一妞妞，他因为有点饿，我说那你就吃一点吧，谁知道那天我好像是出去吃晚饭了吧，他一个人在家等他爸，他吃完了他还把那个袋子给我留着，他都没扔掉。你是什么意思呢，胖子？给我吃点渣渣，你真的是我的好大儿啊。就是这个牌子的高坑，我找的是那种Costco 代购还是山姆代购我忘记了，反正他们啥都带的，大家可以去搜搜看，超好吃。但是呢它这个就是唯一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吃了五六包下来啊，只有一包里面有一块，因为它这里一包里面有好几块大块，有其中的一块是特别的干巴，就你看那个颜色就能看得出来，像这种湿润的就是那种有点颜色比较深的，那种干巴的就是黄黄的，就是特别嚼不动，中奖的概率不算很高，基本上都是这种很软糯很湿润的。这两包也是的，超好吃的，超好吃，吃牛肉不会胖的，多吃点。零食小朋友少吃点。好啦，这就是本期的开箱视频，拜拜。